舒服的就好睡。他这个衣服比较不好穿吧？这种衣服比较不好穿吧？应该你要买那种像睡衣，整个扣可以扣的，这样子好穿。它又舒服。那一套也没多少钱啊？睡衣啊？睡衣？那是对扣的哦，宽松。我以前都帮我母亲买对扣的，它里又好换。那个里面还要不要穿衣服？啊，还要不要穿内衣？不用穿内衣吧？就是说只穿那个。对呀、啊，睡衣啊。睡衣。像这种秋天都你会买冬天的啊，又宽松又舒服啊，然后也就几百块而已啦、啊。什么？到外面去买比较多了，那边很多可以选择的。不然城中市场也有，城中市场。城中市场在哪里？就是武昌街啊。在重庆来的武昌街那边啊，那边也蛮多的，但是我觉得旺角比较多，旺角车站那边比较多。旺角车站是那边大地方，龙山寺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，那边有一条大理街，前面在卖那些什么吃的，都蛮多的，也比较便宜，大地方。有我很少去那些地方。你就搭肩，就是在这边搭肩，到达龙山是很方便，又不用什么会员车。不要撞着。他们都要把它垫上的，对，手才会扭到。我的摄影机，很好奇。我记得哈、哦，他是右脚是还好一点，这是左脚。这个要也是会辣一些。我摸到这样一粒一粒的东西是要怎样？是要把它搓散吗？有粒一粒，你就从上面往下面去推。嗯，对。就是我说我摸到这个地方有一粒一粒的，有些脂肪啊，这是还好了。有些你摸到骨头也不算啊，骨头不是了，这个还好了。嗯。
你是摸到骨头了，又不是了。嗯。有的话就一粒一粒还好了。嗯。嗯嗯。你后脚力要推的话，从由小往上去推，由小往上推。由下往上。你这咬的已经有带过来，不要一直抹这个。抹阴柔有可能比较滑。对，就跟刚刚那个女人，对，他爸爸。啊，去哪里？他刚不是说去住院？住院了。哎，尿道发炎住院。哎，张老师，这男生。刚被我是说起来。那也是男生。对，这个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讲。但是他说他现在没办法。是位置的问题，就会。他们会吐的，那个食物会吐。他会长满足啊。别的地方都会说，哦，这个。好像你一定重新再做整理这样。这边有哎，这边有干的，这个是。你是说那个擦过的那个药要给它洗掉？它已经吸收进去了，你要擦掉。好，那我现在去拿那个。累积越多越厚也不好啊。对对对，那我现在去拿那个。这是用个油来碎好了。对。我去拿那个水来给它擦。要温的哈。对。请大声一点。11:30了哦，你伤脑筋哦。好，好了，好了 ，OK， 好好。范爷爷，范爷爷好。你好。你先擦他的脚，对吧？好，你坐好，我帮你擦。我要拿那个毛巾，你慢。
擦掉哈。嗯。裤子已经湿了。你就先洗一下，好，十一点半到了，十一点半了，你先去搞洗澡了，十一点半了，好，一定要到货 ，OK。嗯，时间不方便，您先走，没关系了。不是，这个不是啊，不是你的客人了。改来改去的，这烧脑子。平常比较好擦吧。啊，那平常比较好擦吧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你来，把它麻烦给我来。把它先放过来。来，奶奶来，放过来。来，放过来。伸直来，伸直来，来来，腿伸直来，放松。一会儿把拧住，比较好使。拉上面一点点来，拉上面一点点，它已经下去了。来，上来，对对对对。来来来来。伸直了，伸直了，这条腿也伸直了，来伸直了，来来，不要胖，伸直了，不要胖，来躺好，躺好，嗯，这不要胖哦，奶奶来，不要胖哦，放轻松，不要出力哈、哦，放轻松。嗯，那就是把你手拉一拉。还没电疗？没有。哎呦，有电疗，有电疗。它刺激他神经筋了。太强，他一定会哇哇叫。他没有，他还好。他就是拉他手的时候，他叫。我拉直了。不要出力哈、哦，不要怕哈、哦，没事，没事哦。他准备看看，看看是表示怎样。
让他听得懂吗？嗯，奶奶，奶奶，知道了，不要出力哈，阿放轻松，不要怕哈，阿伸直哦哈。放轻松，不要出力哦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放轻松，不要出力哈、哦，不要胖。来，放轻松哦，不要怕哦。来，伸直。来，奶奶，伸直，伸直。不要出力，放松，放松，来，放松的，不要出力哦，放松，啊，伸直，伸直，腿伸直，来伸直，伸直，来来，腿伸直，伸直哦，要伸直哦，腿伸直哦，来。伸直哦，会痛哦，痛痛哦，会痛痛，痛痛吗？会痛痛吗？这个小小石子，你再帮他拉一拉，先推之后再拉一拉。还是看你，眼睛这么大，那是谁？你那个旁边那个他吗？他会痛。你看他嘴巴，你看，嗯，可是会痛，会不会痛？嗯，会痛吗？我用这个热水，我用热水帮你敷一下。越推它越糟糕，来，不要出力，放松。然后就，会不会痛才这样子，嘴巴才这样子。嗯，啊，手一定很紧哦，一直出力。出力，奶奶不要出力，放松，不要怕哦，放松哦。你要拉他的手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关节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你要捏住这个地方，把这个慢慢拉，
先推了自推完之后再慢慢拉，左手这样子，右手这样子，要拉这个地方才不会脱臼。你看，在这里拉的直，慢慢拉。你要擦，你要擦那一只手。好。他没有躺平啊。他胃经不行，他只照着一个人舒服的。来来来，没伸直哦，不要胖哈、哦。地方怎么放？没地方可放啊。嗯。那没地方可放。你是来一个整理箱，你家里有没有整理箱？那个一百多块，那个又蛮能打，来一个放在这边，放在床底下嘛，那东西可以放啊，对呀、啊，整理箱啊。来来，伸直的，伸直，伸直，伸直，不要胖，不要胖，不要胖啊，伸直哦，伸直才不会受伤哦，伸直，不要这一直这样不行，伸直哈、哦。伸直才舒服，你这样这样子不行。伸直哈、哦，不要紧张，不用怕哈、哦。来，再伸直，再慢慢伸直来，伸直，来伸直，伸直，伸直来，来，来，出力哦，出力，不要出力，不要出力，放轻松，不要出力，不用怕哦。基本上他在那边这个腿还 OK。还没做准备的样子，不要胖，来来，不要胖哈、哦，伸直哦，来，不要出力哦，来，来，嗯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哈维叫你看，会痛痛哈、哦，痛痛哈、哦，好啊，你不要出力，不要胖哈、哦，来，自己伸直，伸直，伸直。啊，不要弯着哦。来，伸直来，来来，伸直来。伸直哦，不要胖哦。来，伸直，伸直哦。这慢慢渐进的了，其实他不要紧张，腿不是你这样子的。来，他躺平，但身体的外一边不行了。你为什么不买那毛巾那小条的？这就是小条。没有，还有一种对折的小条最好擦。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不会痛，这会痛吗？那些是不会痛，应该不会那么痛。距离他的手心，对不对？你翻这样子，对，你翻这他一定是比较会痛嘛。你就要这样子停的，对不对？两只手这样子把它推开。婴儿有就不要用，一直用到高，婴儿有就好了。舒服吗？舒服吗？会痛，痛痛，别痛痛。你留下就这样子推就好了。我一直拿力气都到他会痛。不要怕，不要怕哈、哦，不要怕哦。
反正他这手比那只手比较，这只手比那只手还严重，一直梳理。他两边都是这样，两边都是那个。你小心他这个鼻血管，你要碰到，他很难过。奇怪，他这个为什么用这个贴？一撕起来很痛嘞，要用纸胶才好呢。哎，这很痛嘞。那是弹性胶。不晓得，反正我就撕起来就蛮不舒服的，对。他这个多久换一次？每天，你是不是管子吗？鼻胃管呐。鼻胃管一个月一次。一般都是半个月嘞。半个月是那种。哎呀，比较差的材质，比较好的、啊，还是好。你不是很久的吗？因为他那个很难过，所以要难过，要换的好一点的。外边一个月差一次。左脚，他现在很紧绷，他很紧张的问题嘛。如果不紧张，还可以拉的还好一点。他不要紧张，不要怕哈、哦，没事的哦。奶奶，听得懂吗？不要怕哦。他伸直哦，不要缩在一块就不行哦。要伸直哦，伸直，奶奶不要怕哦，伸直哈、哦，不要怕，伸直，要伸直哦。出力，奶奶，放轻松，不要出力，没事的哈、哦。
点吃，不要怕哦，放轻松哦，不要出力哦，不出力哦哈。放轻松，奶奶放轻松。水不是烧好了吗？嗯。你有刚刚烧一遍啊，你看那水很脏啊，再烧一遍。切到很多。没出力哦，奶奶不要出力哦，放松哦，放松哦。好了，我知道，我要轻一点了。你的荷包没有什么钱了。轻一点哦，来轻一点哈，轻一点啊，不要出力哦，拉直哦，你才舒服哦，这弯着不舒服哦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有什么事吗？也可以帮他换一下尿布了吗？因为好像蛮久了。有尿尿了吗？人在。那是尿布按摩我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就想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是。每天都补到一点点，但是还是有效的。不要出力哦，奶奶不要出力。放松，你不要一直出力哦，吼，不行哦。就回来，要不如果金金嘛，我刚是买金金的。来，来，放轻松，不要晃，不要晃。不要晃，不要晃，不要晃。不要晃啊，好，放轻松。来，伸直，来来，伸直的。有尿尿的吗？那一定有了。奶奶有帮你换尿布吗？哈，尿布换你换你就去换。很久了。